我们去了好多地方，体验了以前从没体验过的活动，同时也留下了很多回忆。I love you 。哎，这里有卫生纸哎。哦，这里有卫生纸。跟妈妈一起主持《妈呀好好玩》，妈妈真的很开心。妈妈因为工作都没有常常陪在你身边，但是妈妈只要录影回家，不管多晚，我都会到你的房间去抱抱你。我真的非常感谢《妈呀好好玩》，让我可以跟你一起主持这个节目，我们一起吃喝玩乐，一起睡在饭店里。你跟妈妈分享了你很多内心事，更知道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爱你。有卡片，卡片哦，写卡片。刚开始我真的蛮紧张的，平时的我都不太爱讲话，突然要主持节目，怕自己表现不好。刚录的前几集，我也深深体会到妈妈的辛苦，有时还得趁着赶往下个景点的途中多睡个几分钟。我们去了好多地方，体验了以前从没体验过的活动，同时也留下了很多回忆。I love you， 哈哈。哎，这里有卫生纸哎。哦，这里有卫生纸。哎，这是什么啦？真的要感谢电视台。真的是，曾经有粉丝跟我说，彩花姐，因为你跟婷婷主持这个《妈呀好好玩》，我觉得我以前都没有时间陪伴我的妈妈跟爸爸，所以呢，她从此以后就常常会带着她的爸爸妈妈出去走走。对，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做节目的精神。对，好，我自己也写了一张卡片要给婷婷，宝贝女儿，当你答应跟妈妈一起主持《妈呀好好玩》。妈妈真的很开心，妈妈因为工作都没有常常陪在你身边，但是妈妈只要录影回家，不管多晚，我都会到你的房间去抱抱你。我真的非常感谢妈呀好好玩，让我可以跟你一起主持这个节目。我们在台南、高雄、台中、北投、桃园、嘉义、宜兰，我们一起吃喝玩乐，一起睡在饭店里。你跟妈妈分享了你很多内心事，更知道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爱你。谢谢你跟妈妈一起完成一件非常棒的事，你一定要知道妈妈都在你身边，我永远爱你，我的宝贝婷婷。啊，你都没有一点感动？有啊，有啊。那你要说什么？第一次收到你的卡片，我妈妈在我11个月大的时候，她就过世了。所以当我有了小孩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说要给我的女儿满满的母爱，但我又没有那么多的时间陪伴他们。其实我一直觉得，但是我也会尽量找时间来陪他们。我的小孩就是我的心头肉，我的心肝宝贝。对，我会永远都，不管你几岁，妈妈永远都会在你身边。好，那我再一次的要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，多谢阿玲啊，叫你要激情，我妈要好好玩这三集，谢谢你们不断的给我们这么多的温暖跟鼓励。还有一直说我跟婷婷主持节目很棒，你们母女很有趣，然后很好玩，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，那我们下一季见咯，拜拜。